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开车大神》，说书唱戏劝人放，三条大路走中央，车来环行人不慌，一日计时甚嚣张。住口啊！说书呢你？谁得说书？说书不说书不重要，管家横穿马路，你走人行道啊！你说是不是嘛？你夸张，慢点，你走人行道，这狗子都知道吗？啊，什么狗子？骂我呢？你不是是真狗啊？胡说八道，一派胡言！狗子还能知道走人行道啊？谁说不能啊？就说狗子，你先过。你先来。不要谦让了，你先过，快来，你先来，狗子。好吧，今天遇到好人了，谢谢你啊。后边什么事儿啊？哎呦，你想干什么？告你妈了个逼嘞！你不知道礼让斑马线吗？后面的车子撞我啊！哦，你干嘛？我刹车刹下来了，快，我让你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好吧，我知道错了。这回又礼让我了，真是不好意思。谢谢你啊，谢谢各位老铁。你各位不要误会，咱这一期呢不说狗，只说人啊。但是有种最高的境界叫人狗合一，正所谓马善被人骑，狗善被人骑。主人，你要干什么？横穿马路要快走，你是人不是狗？咔嚓，你省钳子。别闹，主人。你主要是我喜欢这个姿势。横穿马路快点走，做人不能这么狗。刚才的画面可谓是人狗合一，但是狗狗不认同啊。为什么不认同呢？因为狗狗主要是不认同这个姿势。说归说，笑归笑，懂事的狗狗不会乱撒尿。哎，够了够了，又来啊！哎呦，你来真的？还？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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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中了吧？哎呦，以后得走斑马线。哎，就好。哎，不走斑马线真的有这么吓人吗？我先撑开我的保护伞。嘿，啪！这家伙，看来。还是要这次斑马线啊！哎呦，我就不走，就剩我今天的小摩托，我不走打过好多年。哎呦啊！我说男朋友，你从来都没有这么直，这么硬过，僵硬硬。僵硬的硬，我先抠一抠我这个大鼻涕。我在斑马线上一直很任性。你按什么喇叭？你不服你把我求回家。嘿，很嘿。你黑什么黑？咱俩很适合做一对。黑暗，我提前预警，这时候你千万别吃饭啊！首先我嫁给你啊，我跟你说啊，就这样吧。希望朋友们把这个视频分享出去，提醒朋友们啊，行。还是要提醒朋友们，一键三连，先转发，横穿马路顶呱呱，斑马线上我站立，为啥偏偏碰到你？哎呦，我的主啊，我是真的疼啊，不是碰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关注开车大神，在这里你能看到各种开车神人，让你笑，让你哭，让你一路平安。叫上朋友，快上车，保持关注开车大神，我们发车了。一键三连呗，先点个赞，别忘了分享出去，提醒朋友们，爱你们，么么哒，么啊！耶，哪里来的么啊？搞对象搞不懂怎么么啊？你越想越气人，很气人，真狠！耶，横穿就不如不穿，穿那么厚，讨厌！哎呀，我招谁惹谁了？哼，讨厌。